哎，要不先放你那儿。那，走啊。是。这东西暂时用不着，还是先给我抬回去吧。是。哎，大人，您怎么老趴着呀？刘大人呐，这马太颠了，这屁股疼啊。这样好点儿，坚持一下啊，前面就到凤阳县城了。哎呦，刘爷啊，咱们下官道。哎，好嘞。哎呦喂，刘大人呢？不行了，哎，这颠的屁股实在受不了了。哎呦，刘大人呐，这颠的屁股实在受不了哦。戴大人，您这是活受罪呀、啊！您这个，行了，这么着吧，咱俩换换，您骑我那驴吧，来吧，骑你的驴？那袋小驴能行吗？戴大人，驴骑屁股，马骑腰，您又瘦，能不硌得慌吗？您看我为什么老骑驴？好得多，来吧您，哎，那就让您。替我遭罪吗？哎，什么话，照顾老人应该的。来，您慢点，慢点。哎呦，行了，来，刘毅，哎，牵着驴，请戴大人上驴。戴大人，哎呦喂。怎么样，戴大人？哎，你别看这小驴啊，这驴小，背上的肉还挺多啊。行了，您走吧。哎，走吧啊。好，驾。哎呀，这刘大人怎么是没骨头没骨啊？这都什么时候大晌午了？是啊。奴才都要试了，也不知道刘大人是不是。各位，丞相大人来了，快来了吧？丞相大人，你也来了。哎呀，皇上派的巡查钦差就要到了，我能不来吗？哎，你们在这儿久等了吧？哎，等了有一会儿了，不是还有一位皇上的起居实录官吗？他可是朝廷大员呢，你说的是不是戴慎戴大人呢？我算好日程了，戴大人呢年纪大了，他坐轿子，最快也得明天到。大人请。刘大人是骑驴子来，今天差不多到了。哦，可现在连影子都没有啊。哎呀，又搞这一套。我告诉你啊，刘伯温刘大人最讨厌迎来送往、繁文缛节、大吃大喝这一套。所以我想啊，他会不会是下了官道，然后你们这下了官道有没有通往县城的小路啊？有啊，下了官道有一条小路，可直达凤阳县城。那赶快派人到小路上去堵他啊，不迎接他啊！快！来人呐！大人，你赶快骑马到小路上去候着刘大人，记住，一定要把刘大人接到这儿来，就说丞相大人也在这儿迎接他呢。是。哎，等等，你记住了，刘大人骑驴。明白，从京城来的骑驴的大人。来，这快去吧。是。大人。去。去。咦，参见大人，请问大人是从京城来的吗？是啊。大人是皇上派来的吗？不错呀。咱们县太爷有请，丞相大人也在接官亭守候。嗯，好。大人，您的路走岔了。什么？走岔了？没错吧？那你前头带路。是，这。
这后面怎么没马蹄声啊？大人啊，刘大人没跟着咱们呢。哎，刘大人呐，你们这是往哪儿走啊？您跟着去吧，我还有别的要务。哎呦，又把我甩了，我怎么办呢？记着入乡随俗。大人，您跟紧点儿。你误会了。误会？大人，您不就是骑驴的吗？我是骑驴啊，我现在是骑驴，那我跟你也说不清楚。这，走走走走走走走吧，驾。哎呀，还没完。哎，瞧，来了。哎，丞相大人，来了。丞相大人，你可真是神机妙算呢。嗯，你别捧我。我怎么瞅着不对呀？怎么不对呀？那马后面不是跟着头驴呢吗？驴倒是驴，可是人不是人啊。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说这驴上坐的不是那个人呢。您等他走近点来瞧瞧。您不是也跟我说吗？那刘大人是人不离驴，驴不离人呢。可是刘大人这胡子没这么白呀。啊！哎呀，这不是戴胜戴大人吗？这啊，老爷，您找的那个骑驴的人给您带来了。就一个骑驴的吗？啊，还有一个骑马的，他自个儿从小道走了，这会儿已经进了城门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能怎么办啊？戴大人也是应该接的吗？哎，戴大人，卑职凤阳城知县周叶成，在此恭迎戴大人光临敝县。哦，好，好啊！哎，那个，哎，我扶您下来。哎，来来来，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呦，哎，好好啊。嗯，刘伯温呢？刘伯温。我怎么老算计不过你啊？刘大人，凤阳知县周大人吧？正是在下，没能迎接刘大人。是卑职的失职啊！哎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怎么会是您的失职呢？戴大人呢？戴大人喝醉了，这不，他坐了我的轿子，我把您的驴给骑回来了。啊！天哪！哎呦！小心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戴大人。您怎么喝成这样了啊？刘大人呐，你不在了，我就成了唯一目标了。哎，您不是说您不能喝酒吗？说了啊，我说我不胜酒力。您不会说您滴酒不沾呢？啊，您说您不胜酒力，人家会觉着哦，您是能喝不多喝，您这说客气话呢？您这，哎呦，刘大人你就别提了，说什么都没用了。你不是让我入乡随俗吗？啊，他们劝酒的第一句话就是入乡随俗啊，所以随俗，我这第一杯酒就见肚了。啊，就喝一杯就行了呀。哎呀，我说刘大人，你是不知道啊，他们劝酒的词儿啊有多花哨。我是啊，一辈子闻所未闻啊，什么感情深，还一口闷；感情浅，还舔一舔。你说，皇上跟故乡的人感情那么深厚，我一个皇上身边的人。感情能浅吗？啊，是是是。第二杯酒又进肚了。好，戴大人三杯酒下肚啊，就开始自己抢酒喝了。
那就是喝高了呀，那个啊，刘毅啊，哎，赶紧着，不带大人进去，哎，把盆水给他洗把脸啊。好嘞，走吧，戴大人。